东域三十六军统帅左荣携十二天罡护法前来觐见修罗战神。将军，前方战事要紧，正需要您来主持大局。您就甘心在那小小东家做一个上门女婿？将帝若是想照顾妻儿，我这就安排将他们母女二人接往龙都，亮堂的龙家也绝无碍。六年前的事儿，我必须给龙家一个交代。救救我！我不对你负责任，这个女人待我从战场归来，我一定会来找你。做个赘婿也挺好。可是将帝，您才是修罗之界的王者，华夏要有您镇守，外敌谁敢来犯？你是说西佩罗他们？也就趁我不在敢蹦跶两下，跳梁小丑吧。这个废物在哪儿呢？我让你去接女儿放学，你在干嘛？我刚好有点事儿耽误了，我现在马上去学校。你女儿在学前班都跟人打架，现在人家都找到家里来了，你赶紧给我滚回来！什么？安安跟人打架了？她没事吧？她打的别人。你女儿跟你这个废物一样，就知道惹是生非。你知道她打的是谁吗？打的是帝江集团投资部经理家的孩子。那又怎样？那又怎么样？龙家现在所有的业务都要依靠帝江集团的投资，把经理家的孩子打，你就这么想的呀？我真不知道我当初是怎么瞎了眼看上你了。你那个野种女儿敢在幼儿园打我儿子，要是还想继续接入帝江集团的合作，除非你那个废物有心。野种女儿，还有先给我儿子跪下道歉，否则这事儿想都不想。心月，那你来客人。都是你这个废物，跟你那小杂种女儿干的好事。现在帝江集团对君越科技撤资了，你才满意了？区区一个帝江集团的投资资金来，至于让你对亲生女儿如此恶语相向吗？你说的轻松，你知道这次投资金额多少？500万，是废物，赶紧认错。李经理，我坚决加他去给您儿子认错。不错，我让帝江给你投资就行了。你之前怎么没投资？你不但是个废物，还学会吹牛了啊！你怎么不说你是帝江集团董事长啊？帝江集团的确是我。心月，还留着这个废物做什么呀？赶紧离了算了。虽然呀，你是个二手，但是还是有几分姿色。和这个呆子离婚，你来给我做早餐，我也是不介意。我不仅能让你得到帝江集团的投资，还可以让他们把投资金额追加到1000万。我每个月再给你10万零花钱，怎么样？啊？你说的是真的？当然是真的。不过呀，我有个条件，就是不能带累赘，必须让他们净身出户。你这个废物，当初怎么看上你？离婚？好，我答应你离婚。不过六年前那一晚我给你的玉佩信物，该还给我。什么玉佩信物？手段在说。经理，看这猴子的事儿。废物东西，老子让你走了，赶紧过来与老子道歉！怎么，一个窝囊废而已，还想干什么呢？我要是个窝囊废的话，那也没臭成这损失。王新月，总有一天你会求着我来复婚的。不过到那时候，吴经理，
那个废物他不识抬举，那我们就怎么来，亲一口。今晚要是把我伺候好，是一家一子。修罗殿四大至尊十二天罡带着神龙令求见江帝。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？哪来这么一群疯子？江帝何在？什么狗屁江帝？这儿只有一个废物江庭，刚才已经被我撵出去了。你们也赶紧滚！胆敢侮辱江帝，妈活腻了！你知道老子是谁吗？我可是……不好意思，我们见过。这位先生，你一定是认错人了，我们没见过。那个。这个是你的，是我的。所以你是？我是龙一雪。原来我面前的那个人是你。新月，你可知道你跟龙逸雪的关系？新月，你可知道你跟龙逸雪的关系？都是奶奶的孙女。当年你爷爷在我之前还有一个老婆，龙逸雪的父亲就是你的叔叔，是他和那个女人生的孩子。你们都长大了，我的身体啊是一天不如一天，这龙家还需要继承人呢。奶奶。您说笑呢，龙家只能是我。可是你生不了孩子，龙逸雪能给龙家留住。我担心的是啊，这多少年以后，为了争家主，到时候是你。放心吧，龙逸雪已经被我吓了，他这会儿会寄生于我浑身的。等他有了孩子，我就把他处理。到时候我就顺理成章的成为了龙家唯一的继承人。可是我也得找个人结婚啊，不然这凭空抱出个孩子，下一任是不会承认的。龙逸雪今晚的男人是被京都江家赶出来的，他也给我找了，而且他马上就要上战场，上了战场之后能不能活着回来还不一定，不会有人知道，放心吧。以后我会保护好你的，不会再让你受到伤害了。蒋平，你这个废物就该跟一个臭要饭的差不多。要不是因为你的野种女儿，你以为我会理你？哟，还活着？他在六年前失手了。你好大的胆子！怎么，你敢打我呀？我们现在都准备离婚了，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说话？我只是想参加爷爷的七十岁寿宴。你也配？你不过就是龙家生出的一个继承，就是你也不照照镜子自己什么样。我会带你去的。你们俩给我躲着，我一定让你们俩永久性的逐出龙家。请进。今天这位是逸雪。逸雪小姐，你去带她换身合适的衣服，我们要去参加龙老太爷的寿宴。好的，江先生。逸雪小姐，这边请。顺便去烫头发。我儿子不想亲自去。江先生，别管了，去吧。原来安安真是你的孩子。
今天晚上，我要让所有欺负林雪都付出代价。龙家人可否认得这是谁？龙心月，你这个很无能。易雪本是安安的亲生母亲，这六年来你一直将我们蒙在鼓里，囚禁易雪一年，等安安生下后就霸占安安，只为争得龙家的财产，这桩桩件件，你敢不敢承认？那你有什么证据证明安安不是我的亲生女儿？我看啊，你就是勾搭上小姨子了。老太君，您现在是龙家的代理家主，是不是该主持一下公道？除非你能证明安安是玉雪的孩子，要不然你就得跪下向他们低头认罪，然后从龙家滚出去。好，如果玉雪是安安的母亲，那龙心月就要把在龙家的所有股份转到玉雪，并且给他们母女道歉认错。一言为定。这是江城最权威的机构调查的结果。龙清月，还有什么好说的？你以为一张假的鉴定证书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吗？够了，还不嫌丢人？该履行承诺了吧，王太君？我宣布剥夺龙清月在龙家所有的股权，转移到易雪名下。哟，这就是那个跟你结婚一年都没能碰你一指头的废物赘婿呀？哦，对了。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位啊是我的未婚夫，江城的二等家族周家的少爷。啊，对了，我还要感谢你啊，把这个废物带走，不然我还找不到这么好的白马王子。男人呀，家里如果一辆车都没有，那真是个废物。我这辆车才200多万，家里边还好几辆呢。装完了吗？装完就进去吧，我们赶时间。你，还真是垃圾配乐色，绝配。哎，亲爱的，我看他就是无地自容了，他这样子最多只能打个车过来。只要我江平愿意，随便就有豪车过来接我。你怎么不说你随便一说，这路边的车队就来接你了呀？我等代表修罗殿恭贺江帝再婚。